请问有什么事？糟老头，你可算现身了，我们神经公主要见你。但我不想见他。那可由不得你，你放出葫芦娃三兄弟，得亏我法力高强，不然你葫芦娃是不会罢休的。啊，我完了。我又回来了，斩草要除根，可不能留我后患，把你家屋顶全烧了，看你怎么春风吹又生。对了，这七彩葫芦娃的藤蔓也不能让它们生长，这下神经公主一定会奖赏我一堆的钻石。拜拜，七彩藤蔓。总算是从葫芦里出来了，这可恶的蛇精居然抓走了爷爷我的茅草屋啊、烧得连屋顶都没了。今天我水娃寒必须淹你的蛇妖洞，你们就不用从葫芦碗里蹦出来了，我去去就回。大哥冷静冷静，三兄弟都被抓了，你一个人去凶多吉少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你把我们的法宝都带上，七葫芦能够变成金刚娃肯定能够战胜的。对对对，电视剧都是这么说的，火娃的法宝千里眼、隐身还有这禁锢之术肯定能够力挽狂澜，我这就去救爷爷。穿过前面的枯树林就到了蛇桥了，听说这四周会有埋伏，看就只能够使出飞毛腿了。咻，这就是蛇妖洞了。哼，我今日可是带着五位葫芦娃法宝前来应战的，这黑漆漆的开启千里眼瞬间就亮堂堂了，这就是开启蛇妖洞的机关了。我开，好多怪物啊，这蛇精什么都招收，用顺风耳把你们都吃了。嘿，这下怎么说，这里都无伤大雅，还是关上门再开门，反反复复，嘿嘿，这小妖怪就被我耗死了。现在就进去，一个一个冲上来，我可不会放过你们。嘿，谁呀，敢偷袭我？头顶上不停的冒出蜘蛛，你们可把我吓坏了。走开走开，跑这大块找你想干嘛？我可是水娃，还好这二娃的顺风耳威力无边，换上火娃的喷火枪试试。喷火枪还不行哦，再来一场大火怎么说？还有这么多的蜘蛛，我打打打打打。完了完了，越来越多了，只能够使用自己的法宝水淹七星，再把你们骗过来，挨一个挨个欺负。爷爷爷爷，我看到爷爷了，不好，上面还有成群的蜘蛛，来一场大水，我要把你们的蛇妖都全都给淹了，再来一场大火，看你们敢不敢欺负葫芦娃。爷爷，水娃还来迟了，快点出来吧。这怎么还有爷爷呀、葫芦娃都有两个爷爷吗？哎呦，你们快出来吧。哎，好疼啊，爷爷怎么打我呀？肯定是因为我来迟了。爷爷都打了我五分钟了。不对不对，这肯定是假的。可恶，居然被你们蒙蔽了双眼，我要把你们全都给淹了。哎，怎么听到有人喊救命啊？小表妹，可算找到你了，爷爷呢？我被蛇精骗了，他答应给我100钻石的，结果把我锁在这儿。你想骗我想得美。真的真的，我知道爷爷在哪里，只要你救我出去。行行行，来一场大水。表姐，你要淹死我！对对对，所以你还待在水里干嘛呀？赶紧游上来啊！来了来了，差点就勾带了。快说，葫芦娃爷爷呢？你跟我来，就在前面。表姐，你可真厉害，把蛇精都消灭了。那当然，爷爷，我这就把你救出来。来来来，成功救出了葫芦娃爷爷喽！